Hello， 今天来到这一间餐厅，也是咖啡厅吧，吃下午茶，叫做松果院子。我很喜欢它的外面有一个像小平台，小阳台吧，然后种了很多植物。然后从这边进来，松果院子。其实就开在我们家附近，但我竟然都没有来过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进去喽。门外种了很多植物，然后这边有一面砖墙。特别喜欢这一面砖墙，还有这个门口绿色配上植物的感觉真的不错。那里面的话座位没有很多，大概这样。有一个超大的松果耶，有点贵。喜欢这间餐厅的氛围，都是我喜欢的感觉。有植物，有砖墙，有木头的桌子，旁边有很多座位。而且很喜欢外面很多植物。松果院子，今天点了一个柠檬塔，先来吃一口柠檬塔。我点了一杯饮料，是姜味花茶，淡淡的姜味，还不错喝。然后柠檬塔今天我吃掉了，好吃，有点酸。今天来到这间餐厅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极力推荐，有清闲，极力推荐给有闲时间的人，可以来这边喝喝下午茶，或者是直接来这边吃正餐。它这边也有提供正餐，像什么。它的正餐有一些什么，像炖饭啊、咖喱饭啊，或者是有的没的炒饭，然后手工面都有。它这里除了那个下午茶之外，也有正餐哦。整间店的氛围非常棒，是这样。超喜欢有砖墙的餐厅。这种安静的氛围。待了一个下午才要回家，天色已暗，院子还是一样很可爱。点上蜡烛咯。
好啦，天色已暗，我要准备回家了。我今天点了一个柠檬塔跟姜味花茶，总共是352元。好喽，我要回家了，外面都已经天黑了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找到一间自己很喜欢的店，在那边待了一个下午。